搭档，叫刘哲，是我，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啊，有点特点，长得跟存钱罐似的。照您这意思，我脑袋上还得开一口，比较富态啊，是胖的。往台上一走，您各位还琢磨啊，这哪是人呢？简直就是一块肉啊！我这怎么说话？在我们后台来说，都特别的喜欢他，人缘好。不单是因为他长得可爱啊，而且这个人呢，学问比较大。哎，您这高捧了，都喜欢跟他聊天儿，对不对？刘老师是大学生，哎，是大学毕业。嗯，您是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您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是北京工业大学考古系的文艺特长生。对，我怎么毕的业呀？您学的比较杂，这叫玩去吧，您这个有这关系？你学的比较杂乱了，这太杂乱了啊！但是我很佩服您，这没什么，现在都大学生，我得向您学习，哎呀，互相学习，我得多看书，哦，这好，充实自己，开卷有益吗？平时还得做点诗，哦，诗词歌赋，哦，这可不容易，都得做一做。哦，最近我写了一首诗。哦，您最近写了？写了一首诗。哦，写什么诗？我读一下怎么样？好啊，念一下我的诗。行行行，比较高雅。嗯，当然了。嗯，平时念我的诗，我都得沐浴更衣。哦，今天就不用脱了。啊，是您甭脱了，我这脱了他们也不给加钱。啊，是，您别脱，最近真的严。加钱。那个加钱也不脱。今儿太冷了，今儿没开空调。听我这诗，哎，念一下。您来。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你怎么这么可准备？生在江南地面，流落内有红娘陪伴，外有锦被蒙头，哇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好俊一身白肉。行了，别失作，看看吧。怎么了？你唱上了？我的诗？什么诗？你流氓诗？这里头还一大胖娘们呢，你这是什么什么大胖娘们？没有你，我是那大胖娘们。什么叫大胖？废话，您这宽衣解带任君游，这什么话？这什么话？你不懂？你不懂吗？流氓诗？谁流氓诗啊？你这叫流氓诗？听不懂？你说流氓诗啊？谁听不懂啊？这不是流氓诗，这什么诗啊？写的是粽子。什么粽子？粽子？对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我可一句都没听出来。我给你解释解释。你跟我说说。头一句啊，生在江南地面，这什么意思？说的是江米。江米生在江南地面。哦，是不是？二句流落塞北幽州，这个呢，运到北方来卖。哦，十指望金盏配玉瓯，嗯，这是酿酒。哦，不料想拿我胡诌，这包了粽子。哎呦，内有红娘陪伴，对，就这句枣。嗯，外有锦被蒙头，粽子叶。哦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你得包开了吃。好俊一身白肉，哪有大胖娘们？哪有大胖娘们呢？啊，是啊，龌龊，不是龌龊，是思想太肮脏了。龌龊，行，你再这么龌龊，我突然喜欢上你了。是，哎，没有大胖娘们，还真没有。是不是？不是，关键您这猛子一宽衣解带，我有点。我宽衣解带，我也不当着你。别说想了，多想了。是，所以说我不跟你聊天。行，说多了你也不懂。哎，您这话倒说错。说这文学方面的知识您懂吗？您刚说了，我们是大学毕业。您不是工业大学的吗？对，那我系的文艺特长生。什么文艺特长？您对这个文学不了解。不是，我跟您说，您别小看大学生。嗯，大学生都有文化啊。您要这么着，今儿咱比试比试。怎么比试？看咱俩谁文化高。只要不比体重都行。这么废话，你都没听懂。咱们呀，来一回文字游戏。文字游戏？哎，什么文字游戏？这游戏叫八大吉祥。什么规矩呢？说八个字啊。天朝林海灯莲香八头，有什么规矩？每个字拆开得念两个字，嗯，还得找出
上三位古人来，这里还得包括谁问谁，问谁，问的这人上哪儿去，最后说完了还得落到说的这字儿上。哦，您这么一说呀，明白了，糊涂了，糊涂了。您说的太复杂了啊！有那视频资料给我看看。没有没有，让我学习一下。这么啊，我给您举个例子，那您累不累？这有什么可累的？没事，举一例子。多累！我吃饱了撑的，我见天举例子。你说你举个例子，拿一个例子举什么？我等雷劈的，我这。你说的就是范例之例，什么意思？这都这，我先说一个。你说一个不得了吗？什么文化呀？老说黑话，你我这是黑话。你先说一个吧。行，我听听什么意思？咱天子为例啊，天。哎，说吧，说一大。念了天，您等会儿吧。这句什么意思呢？就一大念天，一大是念天吗？一大可不念天吗？你写错了，没错，一大不念天，念天一，对不对？对，再来一大，念夫啊，人家有知道的念夫啊。不是，我那上头不出头，那你得说清楚。我说一大括弧不出头，括弧念个天，没听说过，哪儿那么费事？就一大念个天，行，你说，说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关羽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麦城宾了天，最后落到天字上。哎，天字起，天字落。对，您这仨人是三国里边的人物，三国的。不错不错，该您该我了，照这来，照你这来，哎，就这个，嗯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好啊，关羽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麦城变了天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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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 MP3 什么玩意儿 ？MP3 废话，一个字儿不差，全照我这来。你不说让我照你这来，形式不变，内容您自个儿找。不是我复述你的内容啊，复述我还用你呀、啊？我还努力回忆，我还怕忘了。您倒好记性，您呢？行了，来，我重新说啊，多新这个形式单找。嗯啊，这个谁问谁，问谁上哪儿去？啊，对对对，最后还得落这字儿。啊，对，听我这个，啊、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哎，你说上边加个竹子头念什么？啊，念笑笑，没问题。那不说笑，哎呦，一大念天，谁问谁？哎，你说下边来个口字念什么？啊，这吞吞吞，你别说那个，什么念？一大念天，谁问谁？你说上边来个竹子头，下边来个口字，这来一立刀，来四个点儿，再来个框，把它框起来念什么？我不认识，到底记住了啊？不念字儿哦。废话，这不念字儿，你说的干嘛？以后看报纸的时候一瞧这个，明白了啊？不念字儿得了，他不念字儿能有吗？这个，这先告诉你，你甭告诉我这，听这个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哎，不，领导，您二位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哪本书？有本书看过吗？哪本？《封神榜》。看过。看守灵芝草的两个童子，嗯，豪仙陆仙，豪仙陆仙，哎，哦，这个豪就是鹤，哦，就那一路一鹤，哎，哦、上口念豪，豪仙陆仙，哦，这二位，对吗？行、啊，还真有，这有。豪仙问陆仙，那问谁呀、啊？南极翁哪里去？不，您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分头大脑袋，哦，光好家伙、啊哎哎，那上哪儿去、啊？驾云上南天，或南天门，落到天字上。行了，驾着云才上南天门啊！哎，上南天门。您这云，您这是骡子，您这这云在下面盯着一掌，他往哪儿盯啊？这瞎说。哎，驾云上南天，行，这还真说上来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行，咱接着往下来。来，桃桃，木照念个桃，谁问谁？许褚。问张辽，问谁？蒋干哪里去？哪儿去？相府献寿桃。最后还落到桃子上。哎，
还是三国的故事，句句离不开三国，句句不离三国。对，你这瘸子够大，还行，搂着呢。铜雀台逃不过生，有点意思。你听我这个，来来来来，说一大念天，木照对，木照念天逃对，一大念逃木照对，木照念天逃对，木逃哎哎逃逃天逃逃，别打，那么着急呢，让人着急，你别打呀，你不是打我着急。木照念桃桃对，你有病，你是有病吗？顺手了，顺手下马了啊！你这胳膊你一抡，我这多疼啊！是什么？是我抡出来的。别这样，听着，木照念天桃。哎呦！这回母狮棍儿也太顺手了，咱别来这个，别顺手。听啥？木照念的桃，谁问谁？麋鹿问仙毫。不对，先生您等会儿，您这俩人哪儿来的？有本书看过？哪本？《封神榜》啊，看过。看守灵芝草的两个童子，麋鹿问仙毫。不对，不对，您不豪仙问鹿仙吗？是。刚才是豪仙问鹿仙，现在是麋鹿问仙毫。对呀，刚才是他问他，现在是他问他。这还得来回问的呢，这个废话聊天啊，一人一句啊。啊，你不能一个人老说，另一个人不说话啊。你哪怕你在网上聊天，也得有回复啊。啊，是是是。你 QQ 聊天，你回个呵呵，哎、也算回了。嘿嘿，真有的说，快点儿，哎，哈哈，也算回了。回复回复，哎，麋鹿问仙毫，那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您这南极翁，南极子，哦，老寿星啊，倍儿头，大脑袋，又这大脑袋，嗯，这回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了？三月三，赴蟠桃，蟠桃盛宴。您那是什么？我这曹操过生日，曹操过生日典故啊。我这是王母娘娘做寿。嚯，一个天上一地下，您这比我这高多了，比你要高，是是，怎么样？这还真说上来了。行，接着往下来，来，林林，二木念个林，二木念个林，哎，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，问谁？黄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躲避密松林，长坂峰，当阳救虎。落到林子上，哎，听听，你听我这个，哎，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猴神问鹿神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您这二位是来的？有本书看过？哪本？《封神榜》。看过，加这回三遍了。看守灵芝草的两个童子，啊，猴神问鹿神，不对。您说的是豪仙问鹿仙，刚才是仙啊，现在成神了啊，神比仙大一级，这还带调级的呢，这调职称了，涨工资了，您这也太牵强了，您这豪神问鹿神，行，问谁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好，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分儿头，大脑袋，我就知道。你去过？我去哪儿？我去，你跟他去过？跟谁去？您说吧，这位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了？啊，去看蔡依林。好，哎，哎，唠到林子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蔡依林，你好，您这胡编的，您这个谁胡编？这老寿星看蔡依林，看演唱会去啊？哎，骑着云彩。哎，好，老板给这骡子累的。看蔡依林，唠到林子啥？牵强，太牵强。咱接着往下来啊，再来，他看着你呢，你呢？海海，水美念个海，水美念个海，哎，谁问谁？周瑜问黄盖，问谁呢？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，哎哎，孔融早就灭绝了，是，那史前的动物了，那是什么史前动物？孔融早灭绝了，不是，您听错了，我说的是孔融，不是孔融。
孔融是谁？就这融四岁能让梨，孔融让梨。你说的是个人？哎，什么叫人啊？人？你说的是个人？哎，人不是这个动物。哎，大孔融一叫一叫，不是那是孔融吗？那个那是羊。哦，不是那大孔融，不是孔融。哎，哦，孔融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少居在北海。少居在北海，北海太守孔融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你听我的。听听，水美念的海，谁问谁？豪仔问路仔。不是豪什么呀？哎，有孩子了，小崽子。这天上，这也太快了吧？这，哎，分别结婚有小崽子了。好，豪仔问路仔。这真是兵贵神速。哎，行行，对了，那问谁？南极南极翁哪里去？你甭说了，我知道。行，你猜着了。多废话，有点意思。南极翁哪里去？哪儿去？哪儿去？哪儿去了？嗯，去找纪连海。好，哎，你这刚才那蔡依林我都没说，您这纪连海又出来了，跟纪连海聊天去，聊聊历史知识、历史故事。这俩大嘎嘛这。哎，老寿人找纪连海聊天去。啊，纪连海都知道那个。这个和珅大跟这个刘墉大侄子，别去找纪连海。我听他说话，我嗓子难受。行，算您说上来，说上来，我真服了您了。咱就这么凑合啊。咱接着往下来。灯，火丁念个灯，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，问谁？魏延哪里去？找司大叔。哎，没有。魏延嘛，得了胃病，司大叔教他。哪个魏兵？魏延吗？不是魏兵，这是什么呀？我说的是大将军魏延，脑后有反骨那位。哦，是个将军。哎，哦，魏延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闯灭七星灯。闯灭七星灯，五丈原。哦，这是名归位。你听我这个，火丁念个灯，哎，灯吧，火丁念个灯，灯，火丁念个灯，哎，谁问谁？豪童问路童，都服你了。你刚才是崽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傻人儿犯法，我都想掐死你。成儿童，儿童，豪童问路童，好嘞。哎，问谁啊？南极翁哪里去？我说南极翁吗？我说南极翁吗？老说一个人有意思吗？我这回改了。老说南极翁有意思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安娜问谁？不是南极翁哪里去？谁呀？老寿星哪里去？换个词听着新鲜。哎，这不一个人吗？老寿星哪里去？哪儿去？祭奠本拉登。本拉登都落到灯子上。您这本拉登，他以前跟本拉登相好啊？老寿星跟本拉登相好了。这二位能沟通吗？这样。哎，经常上本拉登那基地烤串吃去。嚯嚯，可别胡说，来俩大腰子，还俩大腰子，怎么那么贵呢？行，接着去。连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不对了，不对啊！我逮住破腚了，这叫破绽。对，我的科学家，这儿都看见腚了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我逮你这毛病了。啊，你这不对，不对，你有漏洞。漏洞。刚才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现在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啊，吕蒙问孙权。对，嗯，你要不要脸？怎么了？你这俩人出来一回吧。啊，别说我这俩人出来一回，出来一回了，号称是有点不要脸了。是啊，要不然你怎么说？你那大脑袋他妈出来80多回了，我说你了吗？我这后边不一样，啊，您这后边哎呀不一样，你自己说。您听我一声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张飞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三马并相连，还真不老关，真不一样。三英战吕布，好，不一样吗？那你听我这个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，您后边不一样。那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后边不一样。哪儿去？哪儿去？去
去看易建联，就一句不一样啊，那也是不一样，我这他也是不一样，行，哎，行，我去看看易建联去。好家伙，这二位这怎么聊这一个？那就甭管。对了，看易建联，行行行，我真服你，人就这么凑合。对，接着往下说。香香，何日念香？谁问谁？鲁肃问征郎。问谁呀？刘备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龙凤呈祥。哎，刘备招亲。你看我三国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豪邦问鲁邦。哎，不是没词儿了吧？怎么又出邦了？人多了啊，一群一群的。这还得拉帮结派，成帮结派，一个豪邦，一个鲁邦。豪邦、鲁邦人多了。豪邦问鲁邦行不行？行，哎，我都懒得跟你较劲。哎，行行行行，那啊，南极翁老寿星，说南极翁老寿星了吗？啊，我说了吗？哦，说他南极翁，对不起，那你说南极翁吧。什么人呢这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哪去哪儿？哪儿去了？洗澡擦香香。哎呦！擦香香。哎，我的科学家，你真舔脸往外说呀！还洗澡擦香香呢？跑一圈累了，回家洗澡擦香香。擦完也白擦，哎，多不累死了，还得白搭呢。洗澡擦香香，行，对付行行，我服你，这么高科技。咱接着往下来，接着来，最后一个字，最后一字，得嘞。说皮儿呢，念吧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对了。啊，刚才您说了，啊，句句不离三国。嗯，现在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你怎么改了？啊，你怎么改《红楼梦》了？可这是《红楼梦》，《西游记》了。哎，对，我改呀，啊，你也得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就你那一个横，一个怒，最可恨就你那大脑袋。这仨要再敢出来一个，我马上坐死你！不就是换一个吗？对了，我不说就得了，不许说。行行行，听我这个，你改我也改。说皮儿呢，念了吧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呢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去捉猪老八。猪老八是谁呀？猪八戒。那为什么不说猪八戒呢？说猪八戒落不到八字儿，还得落个八字儿上。哎，你听我这个，我听着你的。撇儿大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妈怎么着？撇儿大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瞎子怎么着？我歇钉子一样了。豪喵啊边，豪喵啊，豪天花，撇儿大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赶紧快说，快说快说，别想。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快说！你奶奶问你妈。哎，说哎哎哎，你奶奶问你妈，这怎么样？这个像话？我头里说了，古人拿你们家的底做古人，讲金比古啊，说不上来可不行。句句不离你们家，我听你这个都是你们家的人，你说还得落个八字上。嗯，听我这个，撇儿那念